帮坦克打断一下。这个随缘断，然后小怪聚集到中间控晕什么的断都可以，先断。我那个为什么那个小怪一直在被往后击飞啊？好，断了，好断。我这小怪带到近战去，可以我处理一下。进人群分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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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担。快打断！快跑！先处理骷髅啊！先处理骷髅。这什么技能？不是快跑！快往远跑，往远跑。他拉你进去，我们就往外跑；他往我们往外推，我们就往进走。boss 这个条就近战能帮断帮断，小怪那个条就一定要断，就是进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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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着骷髅 A， 骷髅的条要断，给个晕什么的都可以，抬一下什么都行。层数过高，帮忙吸收，快打断。哦，远程来去转个圈，好的，还有一个漂亮，就是漂亮扣分。出去出去出去，大圈出去大圈出去，骷髅来了，快跑，往外跑往外跑，顺便过来打骷髅。二打断准备，好断，骷髅怪快点处理，有点疼了，有点技能有点爆发，你感觉到了。进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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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层数过高，先把这俩小的杀了，没血的杀了。道特准备看中道的去三个人，小红、诺五加三光去叉叉，去那个骑士。好，打骷髅。出小怪了。打骷髅。二打断准备。一。远离连线。如果出现分担，我们只分担下一个，下一个分担就去死。OK， 这个分担一下。分担的过程中还有第二次，但是时间很长，你们不要慌，把这个分担完再跑那个次。OK， 很好，下一个分担就直接出去啊，死的。过去。三个人去，那个 L 骑士，我还有一个。OK， 大团。我去找星星，你们先去一个星星什么的。我去那个李老板过去，李老板过去。去那个最后一队的奶鸟德。啊，可以。你、okay， 下一把的道德去叉叉，把我征服起来。下把道德去叉叉。准备倒刺啊！准备倒刺，下一把子倒刺去上山。三、二、一，去吧。Link 三光 Valen， 叉叉。二顶的位置不太对啊。可以去术士，或者去那个 Link。出人群。出人群，小轩出人群，出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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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是吗？好的。春哥都不行啊，刚刚那个。特殊技能。不行，伤害贼高。嗯、远程去分担一下，然后我在这冰箱吃，你们也可以出去了，就可以出去了。不是出去死吗？让你。就晃来晃去的，去叉叉，叉叉叉叉，贼疼啊！白兰，闪出去啊！这个冰脉不能，这个我先把你不能跨过去。骑士，好的 ，boss 往这边拉一点。
的大佬告诉我下一波 combo 是出去大圈出去，不是，然后是 boss 免伤，小圈也出去，到此走 ，boss 拉出去，到此 sushi 去叉叉，一贼，靠近叉叉 ，boss 拉出去，靠近紫灵光柱，准备特殊技能，我出去了，来不及了，去掉那个牧师，大圈出去 ，boss 继续拉着走。大圈出去，打 boss， 嗯，之后打的时候，这个兵要往长途跟边处放一下。下一个去那个叉叉后面的最边缘吧。嗯，你先看一下，刚才有兄弟闪错方向了。我打 boss 了。